微博香港的朋友你好，我是阿卡智慧生。对方不是很想听，听了你都未必消化，跟着大家纠结了在这个位置，究竟再行不行下去呢？他们会问我的意见，而有时候我就即是给他们的意见都是挺就只是说我们做访问先，平时一日可能都会做譬如十几个访问，跟 SG 一起呢，咁可能每个访问諗一两句嘢讲就算㗎啦。咁然后因为呢我浸喺里面要摆个 pose， 但係因为原来一个人去瞓咗喺水度好易浮起，咁我就夹硬要捉住自己喺乐坛上面大家会认同到我有呢一个人先咁样咯。咁所以我希望所有嘅桃花我都谷晒喺观众缘啊、人缘啊嗰啲先咯，因为呢样嘢对于我嚟讲系好紧要噶。